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891页第五行啊，最后一句：无上者，往生论注曰：无上者，此道穷离尽性，更无过者。上面呢，我们学到此地啊，接着往下看，如宗门宝经三昧曰，宝经三昧是书名，这里面说前行没用，如雨如露，但能相及名主中主。这禅宗的这几句话的意思很深，前行迷用，什么人？大智如愚，啊，确确实实在禅宗里面是大智。真正是上上根人，像慧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对房里头冲泥破柴，上上根人，那如同没有知识一样。啊，在净土法门里头有，净土法门里一般讲是下雨。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为上智与下愚不一，它不变。这两种人如果是进入佛门最容易成就。那为什么呢？他们一个法了，他真的就止于一法，一门深入，常识寻修，他真做到了。那净宗念佛，我们看到阿公阿婆，啊，甚至他不认识字，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不间断，那坐在小板凳上乖乖觉觉，
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跟他讲话，他笑眯眯对着你，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跟他讲再多的话，回答你都是阿弥陀佛。啊，你听懂了没有？阿弥陀佛。有没有听懂？阿弥陀佛。他就这么一句话回你。这样的人可不能轻慢啊！啊，大多数人都轻慢他，瞧不起他。啊，那是真念佛人。啊，这种人，啊，在经中是下狱，禅宗里面像木头人一样痴痴呆呆上智，那会开悟。净土宗里面这样念佛人虽然是下狱，他将来往生一定是上品上生。啊，我们这个经里讲上辈往生呢、啊，他用心用的专呢、啊，他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李老师当年在世告诉我们，他说上智他不行，没有那个条件，想学下愚学不像啊，也不容易啊。啊，我们偶尔遇到了，恭敬心升起来。啊，开立法师到香港来看我，我把这个事情说给他听。我说：“你们那个寺庙周围有没有这样人？”他说：“有。”我说：“有多少？”“有三四个。”我说：“有这样的念佛人呐、啊，这一个地区佛菩萨保佑，不遭难。啊，我们都比不上。”真念佛，真的是弥陀弟子、哎、不要小看他，他在的那一方，那一方风调雨顺。那所以我就告诉他，要恭敬他，啊，对他要礼敬，要赞叹。那这是潜移默化，他在用功，外头人看不出来，不知道。啊，看这个人像个愚痴人，啊，像个傻子一样。啊，可是他的可贵处呢，就是相续。他念念相续，念念是真念，名主中主。主中之主，我们参考资料里都有，是宾主，曹洞宗的。啊，他用真宾主来做比喻，比喻体用。啊，体就是主，用就是宾。啊，用宾主来代表体用，啊，说了四句，啊，第一句呢，主中宾，就是体中之用。我举个比喻给大家说，体就是自信，圆满的自信。自信是什么样子？我们用坛经能大师的话来说，最容易体会到。啊，体是清净的，决定没有染污，自信呐、啊。第二呢，不生不灭。第三呢，虽然他什么都没有，他居住万法。我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大家好懂，天天看电视。我把这个体用屏幕来做比喻，啊，电视的屏幕什么都没有，啊，可是你不能说它没有，你按开按钮，啊，开关
它就现象，它什么都有。啊，你不按它什么都没有。啊，那个现象呢，就是它的作用。啊，它这只有体，它没有边。啊，我们看到电视屏幕没有按频道，那就是体。按频道，频道上的画面是主中宾，它起作用。啊，作用生罗万象，就是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是宾。啊，四个都是讲体，清净是体，不生不灭是体。本自具足是体，啊，没有动摇是体，啊，体是定的，没有动的，啊，本不动摇，作用是能生万法，万法整个宇宙啊，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科学没办法解释宇宙从哪来，是大爆炸来的。怎么爆炸？怎么讲也讲不清楚。啊，爆炸这个想法是什么？是看到宇宙在膨胀。啊，这在天文望远镜看到这个现象，太空当中许许多多的星球，啊，都是。往圆处飞，往四处飞，啊，像个膨胀的样子。这膨胀是什么现象呢？应该是用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我觉得那是欲望的膨胀。啊，体不会膨胀的，体它本无动摇嘛，它怎么会有膨胀这种现象？这膨胀现象显然就是。欲望啊，贪嗔痴慢，这个东西才膨胀啊，让我们看到许多星球好像是膨胀这个样子，云飞不是别的啊，佛法确确实实是高等科学啊，科学还没有发现到这个。没有发现到本体，啊，本体不是用仪器能观察到的，不是用数学能推演的出来的，啊，什么都不用，把心，啊，心里面所有的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就自然见到了，你就明白了。你就体会到了啊，那才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哲学的本体到现在都没搞清楚啊，许许多多人有他的看法说法都不究竟啊，东方的哲学啊，像道家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说的，那道是什么？很抽象，说不出来。哎，下面说的不错，下面说有形象，那道是什么？讲不清楚。佛的讲究，他那个道应该就是佛法讲的自性。啊，在中国最古老的《易经》讲八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那太极是什么？
啊，后来的人把太极里头再加一个无极，无极生太极。啊，无极是什么？都没有佛法讲得清楚，讲得究竟。啊，曹洞宗中讲的宾主也是很有味道。第一个主中宾，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主，万法是宾，那体中之有。第二种呢，宾中主，用中之体，禅宗常说明心见性，心在哪里？指给我看看。啊，老师考学生，学生确实随念有。啊，所有一切法的体是共同的，就是自信。啊，一指禅，要问体是什么？用指头比一下，老和尚点头。同意。小沙弥在旁边也装模作样，也撑出一个指头，老和尚拿个戒刀也把指头砍掉，这小和尚开悟了。啊，依照这个笔画，不是真开悟不行啊，那装模作样一样画葫芦，不是真的。啊，用中有体。啊，好比我们看电视，啊，看这个屏幕，啊，屏幕里头的音声、色相。啊，屏幕在哪里？任何一个现象就是屏幕。屏幕跟心相合在一起，不能分。啊，任何一个都是心，心在哪里？随便指什么都是。无有一法不是啊，法法皆如啊。啊，这是宾中主。万法里头的主就是自性。那么还有宾中宾，这是作用里头起作用。啊，这底下注解上与头上安头也，头上安头，禅林用语，比喻四肢重复多片而无必要。那头上安头是什么？是法界。什么人安的呢？阿赖耶。啊，阿赖耶能够把自性变现出来的法界，一真法界，把它变成十法界，把它变成六道，变成三途。这是宾中之宾。啊，最后一个主中主，主是体中之体，物我双忘，人法俱明，纯粹讲本体，纯粹说个自信。自信是什么？自信什么都没有。啊，无是指万物，就是能大师说的能生万法。万法跟我
全没有。这个妄是什么？念头都没有。没有我与万法的分别，没有我与万法的执着，乃至于没有我与万法的念头，念头都没有。这是主中之主。无上啊，主中主啊，要知道这种人高明的，一般人看不出来。啊，他是密心。你看不出来，潜修密行，样子如鱼如露，啊，他能相许，我们学他学不像。此真不多发生所种啊，啊，有没有发生？有发生，发生这个名字是假名，他有没有名？他没有名，名字是人安上去的，人安上就是假的，啊，叫假名。老子说得好，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这两句话就是佛家讲的心行出灭，言语道断，这真的。那动一念就堕在发生所中，发生是假名，那事实没有名称，披露顶上行走啊，披露也是名字，名字都是假的。披露这那是化身佛。那我们通常讲的化身佛，阿弥陀佛报身佛，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佛，应化身。佛有三身，佛有的我们都有，我们也有三身。啊，我们的三身，我们的报身，跟佛的报身是相同的，啊，这个化身呢是相同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法身相同。啊，我们有没有报身呢？当然有，有法身哪能没有报身呢？不过现在报身不起作用。啊，报身在哪里？慧能大师讲的，本自具足在那里头，有不起作用。啊，我们的报土有没有极乐世界？有，也不起作用。我们现在这个生根居住的环境是扭曲的现象。啊，为什么扭曲？我们有妄想分别之处，这个起念头，不善的念头，把我们原来的相的时候扭曲了。我们原来是报身，现在变成这样的事。啊，我们原来居住的是暴徒，十暴庄严徒，现在搞成变成六道轮回，真扭曲的。啊，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啊，身相是假的，万法是假的，啊，居住环境这暴徒也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通通是念头变现的，念头是能变，外面环境是所变。这就是近代物理学家啊，都在探讨念力的能量的最近发现，新兴的科学叫前卫科学，还没有被科学家完全承认啊，要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实。这个发现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如果是真的，那是地球上科学革命性的发现。那我们错误的观念会被纠正，正确的观念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美满。啊，智慧呀，福报，正确的观念，我们现在观念错了，全错了。啊，科学家跟我们说，这个发现显示出过去400年科学的发展走上一个错误的轨道，这个错误的道路就是二分法。科学家把一切法，宇宙之间一切法分成两份，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啊，所以大学里都开的有物理学，有心理学，把它分成两个，这是绝大错误。物理跟心理不能分，它是一不是二，而且呢，物质是假的。心理是真的，物从哪里来的？是心生的。啊，这个在佛经上有。啊，佛经上很多，相由心生，色由心生，心就是念头。啊，说相说色，都是物质现象。又说一切法从心相生。这一切法，不管是物质现象，是心理现象，是自然现象，通通是从心相生的。啊，那心相从哪里来的？心相从自信来的。啊，自信的本质居住的，能大师发现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样样具足，它变现出来的是宇宙，所以它没有一样欠缺。啊，那么宇宙大宇宙，我们还没有能力见到，我们只看到宇宙的一个一球，非常非常小的范围。啊。大一点的整个太阳系我们见不到，银河系我们晓得，这大行星我们也见不到。啊，那么我们有本能，本能就是我们有天眼，有法眼，有慧眼，有佛眼。如果我们放下妄想分别之处，我们这个能力就恢复。我们的眼能看到什么？远看能看到整个宇宙，近看能看到极微细的微尘。那佛经上讲的极微色、灵虚尘，我们都能看见。不要用显微镜，
不要用妄念心，本能呐、很不幸的就是我们现在起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么多的烦恼障碍了自信心得，让我们的能力失掉了眼的能力各一张纸就看不见能看近远一点就看不见六根能力大幅度的减少了本能我们跟诸佛没有两样，本能有，现在是暂时没有，有障碍，只要把障碍除掉就能够恢复这个道理佛经上讲的很多那么毗卢顶上行就是一个比喻的话，毗卢遮那发身佛，毗卢遮那什么意思？遍一切处叫发身遍一切处，遍一切时，在哪里？就在当下。我们有六根，六根对它没有丝毫感觉，这就是六根麻木了，起不了作用了。必须把它的障碍除掉，它的能力就恢复了。他能力并没有丧失，一丝毫都没有丧失，只是这个东西障碍，自信里头没有这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就是起心动念所以佛法修行的枢纽就是禅定，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径为什么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无量的法门都做一桩事情，什么呢？修定。每一个法门都是修定的所以他得的结果是一样通通得定定开会哪有差别必须懂得修那就是在一切现象里头学怎么样学不起心事可以干不要起心动念，不要分别执着，就对了。三昧就现前。我们今天用念佛方法，成功了叫念佛三昧。以华严经方法去修叫华严三昧，以法华经方法修叫法华三昧。说实实在在的话我们如果以古兰经的方法去修得的是古兰三昧名称不一样三昧相同得定了吗定开智慧所以无论作用哪个方法诀窍就是在真诚心恭敬心印光大师讲诚敬二字真诚恭敬一分诚心
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万分诚敬得万分利益。利益什么？利益就是三昧。啊，定的功夫前身不相等，与你真诚、诚敬、恭敬心成正比例。啊，十分诚敬，十分恭敬，你就得十分的善美；百分恭敬，百分诚敬的话，你就得百分的善美。所以定功有前身不相同。啊，那么大乘菩萨的定功分为52个阶级，一个比一个深。啊，这52个阶级就是十住，啊，这个十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50个，上面等觉、妙觉。三昧前身不一样啊，啊，不可以得少为足，那就错了。我得了一点小小的，以为很了不起，圆满了，你不能再往上提升，永远是不足。永远是不够，永远是谦虚，一直到如来的。中国人有一句谚语说：“学问深时意气品。”真有学问的人，真有德行的人，心平气和，没有一点傲慢。对人肯定是谦虚啊，处处看到他的谦让啊，决定不会跟人相争佛确实如是啊。释迦牟尼佛对乞丐都恭敬的，乞丐去见佛，见到佛，啊，他也懂得，也听说，供养佛有大福报啊，他讨的一点饭，啊，自己舍不得吃，拿来供养佛，或者是他吃了一半，看到佛了。还有一半，把一半呢送给佛，佛当他面吃完，替他祝福，绝没有嫌弃的。佛心平等，啊，因为他清净平等。他大彻大悟，他确实有能力。一切法从心随心转，他的心好。再不好的东西到他嘴里变成最美的味，他转了。啊，无上的妙味。啊，所以他不用分别，不用执着。啊，酸甜苦辣咸平等对待，毗卢顶上行是比喻，没有再高的，达到最高境界的。啊，禅宗极则是，净宗的呢？常寂光上上平也，啊，净土中的极次就是极光净土上上平。
四土三辈九品，十报土有三辈九品，方便土、有余土，这个同居土有三辈九品，极光是一片长极光啊，平等的，没有三辈，也没有九品，它是光。像我们这间房间啊，确实有十几盏灯啊，亮度不一样啊，譬如说有100之光的，有200之光的啊，有50之光的，但是光跟光融在一起平等，虽有不见了啊，光与光在一起你没办法分辨，这是你的光，那是他的光，分不出来了，融在一起了。所以华严经上有一句话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一心一智慧，离无为一然，到如来常寂光平等了。万法也如，一切法如如，这平等。啊，这无上。啊，以此为志愿，故云无上。啊，我们念佛人要得到无上这个头衔，我们的目标锁定在常寂光净土，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成就？希望回归常寂光，那就是无上的。啊，静定，其心清净，寂然不动，这叫静定。清净心不动摇啊，清净心是真心，动就不是真心。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你看他所说的第一句是清净，第四句是定，自信本定。我们修定功夫前身不同，最高的功夫是跟自信本定融入了啊，我们禅定的境界跟自性本定融成一片了，这就是无上啊！啊，自然不动了，安乐、安然自在，任运常乐。安是安住，啊，安住在大自在当中。这个大自在就是常寂光。啊，常寂光里头落，常寂光什么现象都没有。那乐是什么意思？没有苦就是乐。
常寂光里都找不到苦。啊，无苦就是乐，常乐。任运常乐了不起，任运里头有体有用，甚至于用中之用。啊，他现报身，现报土，是体中其用。从报土再现身，变化身，啊，化身、应身，到十法界，到六道，到三途，这叫任运。无论他现什么身，度什么样众生，他都是如如没动。啊，也就是事情照办了，但是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常乐。释迦佛当年在世，他所实现的，啊，日常生活，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啊，教学都在树下，啊，学生围着圈坐，啊，佛讲经说法给他们听，人云没有苦。啊，我们今天业障重，身体不如他，啊，佛说话的音量不要扩音器，几千人在一起，每一个人听得清清楚楚，靠近他没有听到他大声，远处听他的声音没有说是笑声，声音是一样的。他有这种能力啊，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佛欢喜啊。啊，人云长乐。下面是一旦，指某一刹那起。我们现在讲一念，啊，不知道是在哪一念，因此无上，是行不到处。故无形成可计，即无限期可言，没有限期。这什么？无上就是开悟啊！开悟有没有时间？期限限期没有，不定是什么时候，一下碰上了。啊，好像我们开保险柜。号码对准，一拉就开了。啊，没有期限的。啊，只是在无心三昧中。这是根据高峰禅师的话。要在什么呢？无心三昧中。无心。无妄心啊，只是在不再用妄心，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今天学佛，学得这么辛苦，原因就是妄心，不知道真心。无性三昧，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无性三昧这一条。这条还很长，开头第一句话是真心利益妄念，谓之无性。不是没有真心，无妄心就是妄念。那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不起心不动念。在哪里呢？在六根对六尘境界，眼对色，看得清清清楚，是智慧。不起心不动念是定功，是用真心。真心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妄心。这是妄心最轻的，菩萨有。不是法身菩萨。三贤菩萨，三贤是是住、是心、是回向，他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连起心动念都没有，这个菩萨是法身菩萨，别叫是地上菩萨，别叫等地。他们不起心不动念，地前初地以前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菩萨。那么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辟支佛。阿罗汉辟支佛，只是把执着断掉了。他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所以立妄念呢，立多少？三大类的妄念统统离掉了，谓之无性。无心，无妄心，妄心是阿赖耶。在相中讲，转识成智，转八识成四智，就是此地讲的真心。那谓之无心，非云无心识。妄念没有了。不是说连心识都没有了。又妄心如幻影，自心不可得，这也叫无心。无心有很多种讲法。虽然有心识，心识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定功，定有能力把烦恼缚住，不能断。怎样断的？智慧开了就断了。所以定功要深。
修行人定功，一天比一天深，所以他能付出。啊，扶不住的时候，用看破。《金刚经》方法很好，这提醒自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付出了。他是虚妄的，他不是真的。啊，扶什么呢？扶贪心，不贪念他了。啊，逆境现前，生了成慧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成慧心付出。啊，扶不住，没有定呢。扶住是定功啊，让自己的贪嗔痴慢疑都不起来了。啊，六根在六尘境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尝得样样都清楚，智慧如如不动。啊，不动者不动心。没有贪嗔痴慢疑，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啊，没有得失的念头，干干净净的，这叫无心三昧。啊，知道妄心想幻言，不可得。啊，自信呢？自信不是物质。没有念头，不可得。有没有？有，就在当前，六根缘不到。啊，所以要放下。不要有念头都是妄念，有一时修止心识，二时不生也叫无心。人在一时梦觉的时候，啊，心识不起作用，但这个时间是短暂的，好像昏迷状态，不用心识。啊，什么都不知道，他很平静。但是过几个小时，哎，他又醒过来了，又有妄想分别之处。这个也叫无心，时间短。说如无为无心是也。这个无为底下讲了，刮胡里讲了，无心睡眠为。睡眠无心，没有做梦，做梦有心。睡眠的时候没有做梦是无心。啊，无心闷觉位。啊，不定什么时候受了什么，昏过去了。这不是昏过去了。啊，这是无心。啊，妄想分别执着全没有。啊，等他醒过来之后，他又有了。后面是无相定位，修无相定。啊，无相定位，四禅定。啊，修无想定，修成功了，到哪里去了？到第四禅的无想定。啊，最后的呢，灭尽定。灭尽定是阿罗汉修成的。啊，这个在世间法里面最高的了。啊，得灭尽定。脱离六道轮回了，啊，
六道就不见了。啊，灭尽就是六道没有了，超越六道轮回了。中经录第45卷书大宝记经云，文殊师利言，如人学识实践，就习则巧，啊，熟能生巧，啊，巧的时候不必瞄准，不发不中，啊，后虽无心，因久乏故，见法皆中，他不需要用念头，他的见法出去一定中，啊，为什么呢？他熟了，熟透了。啊，都靠长久时间去练习。啊，我也如是啊。文殊菩萨讲，我也如是。初学不思议三昧，细心一处。啊，初学不思议，不想，不思是不想，不议是不说。啊，不说话，也没有思想，修这种定，啊，细心一处，把心放在一个地方，啊，若久习成就呢，更无心想，恒于定居，这就无想定修成。啊，长久的学习以后，一切时一切处，它跟定相应。啊，换一句话说，妄想杂念都没有了。那么这是说的无心三昧。我们再往下面看，先得也，先人古大德说的，念念妄心才动，寄居世间诸苦，居士居住世间的三苦八苦，通通去除啊！苦从哪来的？一念妄心，真心失掉了，这叫苦难了。如人在禁忌里不动，则刺不伤。四面都是荆棘，荆棘你不动，它吃不到你。妄心不起，横出极灭之路。啊，三苦八苦，三苦是苦苦。坏苦、行苦，啊，八苦呢是三苦当中的一个。就是苦苦，苦苦说了八个，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无因之生。啊，无因之生，用现在浅显的话来说，
五阴是色受想行识，这些东西构成我们的身体、身心。色是地、水、火、风。地是物质现象，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摸得到的，这是地大。火是温度，水是湿度，现在讲带电，火是阳电，水是阴电，后面是个风大，风是动，它不是静止的。我们今天晓得，一个小小的原子，里头有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在转动，找不到一样东西是静的，全是动的。我们的细胞是原子组成的，细胞形状不相同，有方形的，有三角形的，有长方形的，构成我们不同的器官，新陈代谢很快全是动的，动就有烦恼就有生死身体哪里堵塞不通了就生病了，治病没有别的，不同地方打通了就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就健康，这些都是带给你烦恼。无因之身，没有一样不苦。细胞的新陈代谢就是无因之身。科学家告诉我，每一天我们身体新陈代谢的细胞有多少？有7000亿个细胞死了，排泄出去。一部分从汗流汗排出去，大小便排出去。新生的取而代之。每一天要换7000亿，全身的细胞60兆，每一天新陈代谢是7000亿，单位是亿，这怎么不苦呢？无因之身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就更清楚，更容易体会，新陈代谢。所以一念才一念妄心才动，即被住此住有此上，这个住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我们现在这三种有，有缺有因呢，有因就有果。没有因就没有果。诸佛菩萨现身在世间，跟我们和光同尘，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也是父母所生，他的投胎
爷母亲十个月怀孕了，出生之下慢慢长成。19岁，离开家庭，舍弃王位。去学习去了。释宪是一个标准的，用现在的话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好学啊！出门就参学，学了12年，到30岁。印度所有宗教学派通通涉猎过。不满意，到菩提树下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成佛。表演给我们看的，12年到外面去参学，都不能满人意，那什么世间的知识，知识是有局限性。知识还有后遗症，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婉约放下。放下就是大定啊，把一念妄想放下了。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在落叶园教五比丘，以后学生越来越多。他教分了5个阶段，好像教学生一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循序渐进。第一个。12年，佛教的小学，现在南传的这一派，巴利文这一派，向上再提升，方等，方等就是大乘。南洋就没有了，中国有8年，第20年。换一句话说，佛陀教育的根基是20年，奠定基础，再向上提升，大学。大学讲什么？讲诸法实相，宇宙人生的真相，讲了22年。佛说法49年，般若22年，几乎占一半。换句话说，佛主要要说的就是这个。最后8年像研究所一样，法华涅槃。所以古人有所谓，成佛的法华经，开智慧的楞严经。《法华经》上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叫成佛的法华。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佛性，一禅体也有佛性，一禅体也能成佛，究竟圆满。一禅体是印度话，意思是没有善根。过去讲没有善根的人不能成佛，法华会上讲没有善根的人也能成佛。为什么？他本性，他自信是佛，他本来是佛。法华跟华严是通的。华严大乘承认，小乘不承认。华严不是在人间讲。是佛在定中讲的，
啊，就是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开悟没有出定，在定中讲的。啊，小乘人不承认。啊，按部就班呐，慢慢把你带起来啊。啊，华严是圆满教，跟慧能大师完全相同。能大师明心见性，性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大方广佛法语，细说他所其如的境界。啊，把整个宇宙怎么来的，统统说清楚了。啊，华藏世界品，说大宇宙；世界成就品，这是怎么来的？宇宙怎么来的？这就今天讲的科学。啊，不是大爆炸了，真的是从一念不觉变现出来的。慧能大师说，能生万法。啊，这是从禅定的手段而见到的，亲自证得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佛的境界要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证得？真正证得，圆满证得，八地以上，啊，52个阶级，最高的5个阶级。啊，最高峰的5个阶级，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这5种人完全证得。佛这个话说得好啊，这5种人很多啊，不是佛的专利啊。世尊没有说只有我证得，别的人都没有证得，太多了。8地以上的菩萨全都看到了，啊，7地还差一点。下面古经云：“有心见苦，无心见乐。”记录这两句话重要。我们要想离苦的无心才行，无心就乐了，有心就苦了。这个心是妄心，妄心头一个自私自利，这是众苦的根源啊！把起心动念认为是自己的心，起心动念是什么？阿赖耶的见分呐、啊，或者说阿赖耶的第六识、第七识、第六分别、第七执着，我们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心，把阿赖耶的相分当作自己的身。相分是物质现象，所有物质现象都是阿赖耶的相分。我们在这么大相分里头执着这一点点，这叫我的身，错了，完全错了。所以佛法的入门啊，佛教的小学，初信位的菩萨怎么证得？真正明白身是假的，不再执着身是我，才能证得初性位，你才入门。你还执着这个肉身是自己，没入门呢、啊。
在门外。那这一关就很难，有几个人能做到？那入门条件是破五种见惑，五大类。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见，边见就是对立两边，啊，有我有你这两边对立。我跟一切人对立，我跟一切事对立，我跟一切物对立，对立错误的，啊，这个要放下。啊，第三个要放下成见，自以为是。啊，成见有两种，一种是因上的成见，一种是果上的成见，全错了。最后一个邪见。那这五种错误的看法统统放下了，你才能入门。啊，真放下假放下有方法检验出来。怎么知道真放下了？真放下有两种能量现前。这两种能量，第一个天眼，第二个天耳。啊，天眼通，一般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啊，墙壁能看穿。我们在三楼，下面两层人干什么？你看得很清楚，有障碍。啊，这是什么？初入门一年级的学生。啊，天儿童不要用手机了。再远的朋友说话听见，不但听见，他在那一举一动你看见。啊，所以这就是检验，是不是真放下了？啊，真放下有这两种能力，没有这两种能力，不是真放下。啊，所以有心无心，这个要知道。有心就苦啊，有牵挂，有顾虑啊，有烦恼啊，无心样样都没有了。那同八十三愿，八十三愿，若不起妄心，怎能生处？所以云无心是道。这个都是宗经录里的说，永明延寿的著作。那如果要想知道佛教的大义，大藏经分量那么多，没有时间去看，永明大师慈悲把整个大藏经里面的精华揭露出来，就像我们现在编群书之要360得记录下来，这个记录的就是宗经录。所以宗经录古人称它为小藏经，只有100卷。那把释迦牟尼佛一切经教统统记录在里头。那可以把它当作佛教常识来阅读。啊，修行不行，
它太杂了，太多了。修行要记住一门深入，不能这么多，不能这么杂，做常识可以。若不起妄心，不执着，不分别，再能顺觉，这个觉就是清净平等觉，就是智慧呀。妄心少一分，智慧就透一分。妄心少十分，智慧就透十分。智慧是真的，不是假的，只是妄心呢，它障碍。所以，妄心放下，智慧自然透出来。这个道理很深，这是真理，决定不是假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培养弘法人才，弘法要智慧，知识不行。现在搞佛学的全是知识。大学里面开佛经哲学，是知识，不是智慧。为什么讲的人用妄心，学的人也是起妄心？与正觉不顺。所以他得的是知识。不但佛法如此，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都不能用妄心。可见中国古圣先贤是开悟的人。悟有彻悟，有大悟，有小悟。像佛那样彻悟中国没有，大悟有。像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大悟。那是真实智慧，管用。那么这些大悟的人，读彻悟人的这些经典，他能读得懂，他能了解里面真正的意思。没有到达这个境界，看不懂。所以佛的经有深有浅。我们的学习要懂得选择，没有能力选择，最好选净土宗。净土宗是个普通法门，无论什么样根性，通通适合。好就好在这里。经的意思，深的人看到深，浅的人看到浅，通通都能得利益，这妙极了。跟《金刚经》不一样，《金刚经》确实要程度很高的人才能看出来。中下根性的人不懂。我初学佛的时候，遇到一个台湾大学教授，也有小有名气，严一平教授。他告诉我，他看了《金刚经》，没什么，像两桶水倒过来倒过去，反反复复，看了一遍不想再看了。他说完全看不懂，
大学教授。那我们现在明了，他心不定，名利心很重。啊，贪嗔痴慢疑，五种烦恼具足，他怎么能看清啊？清？啊，《金刚经》曰：“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金刚经》上有名的三句话：“三心不可得。”传心法要下卷有这么一句话：如今但学无心，顿息住缘，莫生妄想分别，无人闻果，无贪嗔，无憎爱，无胜负，但除却如许多种妄想，性自本来清净，即是修行菩提法佛。这话说得好啊！真是传心法要啊，宗门禅宗上真传，学什么？学无心啊。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与读不读书没关系，那只要你无心，没有妄心，那没有人我心，没有自私自利的心，没有好高骛远的心，没有患得患失的心，啊，把这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顿息住缘。善缘、逆缘、顺境、逆境，全放下。没有妄想，没分别，无人无我，无贪嗔，没有执着。啊，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没有胜负。啊，像这样许许多多的妄想，统统放下。真心就现前，信就是真心。怎么会现前呢？信本来清净，你把这些障碍染污全部去掉了，这心就浮出来了，真心现前。这就是修行菩提法身。啊，宗门传的是上上根人，为什么？他一听就懂，一懂就放下，一念之间。所以上根人一听到这个话，豁然大悟，见心成佛。啊，几句话当中醒悟过来。我们在《坛经》上看到这一个例子，
慧明法师，慧能大师逃难的时候，许许多多人四面八方去找他，他真的被慧明找到了。慧明没有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被他追到了。六祖知道他们来是来抢衣钵的，这个时候没法子，把衣钵放在路旁边一块石头上，他躲起来了。慧明看到衣钵在这里，手去提拉不动。四品将军，衣钵一个小包袱居然提不起来，他马上就知道了，护法神守住。立刻念头就转变，请他出来，我不是为衣钵来的，我是为求法来的。念头一转，把妄心洗掉，真心现前，慧能出来了，坐在石头上，几句话把他点醒，他就开悟。悟了之后问他还有没有秘密的，他说了，秘在入边。秘在哪里？秘在你自己。慧明就把五祖放了，告诉后面追人，这条路没有，我通通走过，他平安逃走了。问题就是把所有妄想一下放下。他是那个时候一下看到包袱提不动，肯定护法神守住，否则话哪有这种事情。就肯定五祖没有看错人，他是真正的有资格传承禅宗。他们所想的所看的全都错了。这个念头一正，几句话他就能看。那么这是无心三昧，我们看出去，居高峰禅寺语，突然触着碰触，很突然，不是有意的，忽然碰触。摸住向上的观力子，刹那相应，究极心源切入离业心。故云：一旦开达明彻，开心开了，达了达了，明了通达了，明白了，一点障碍。这叫明心见性。什么时候突然摸着观力子？观力子是关键。就是这一关，就向上这一关。你要是碰着了，好像开保险柜，这一拉刚刚好，号码对上了，一拉就开。这是很难得的，你不知道怎么拉也打不拉不开。
有心决定拉不开，无心就开了。啊，观例子，参考资料都有，接着看，比喻事物的紧要处，啊，能转动的机械装置，啊，比喻事物的紧急处、紧要处。啊，好像保险柜的号码锁一样。啊，无意对准，不是有意的，无意的，啊，一拉就开了。啊，传灯录第九卷有这么一句话说：“横竖竖竖，未知向上观理思。”说的再多没用啊，不开悟啊。那我们今天怎么办？我们的观理子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秘密，谁都能够打开这个观理子。南无阿弥陀佛，净宗就一句名号。真正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真正发愿，我想求生净土，我想亲近阿弥陀佛，做弥陀弟子。啊，这一声佛号，迷迷密密，一直念下去。那我常劝大家要分秒必争，一秒钟可以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秒钟没有念佛就空过了，多可惜啊。那把握着每一秒钟，这一句佛号就是中文讲的观理子，你决定得生净土，生到净土你决定一生成佛，不是假的，是真的。啊，希望我们不要疏忽，没有碰到这个法门，肯定一生不能成就，只是种善根而已。无论哪个法门，都是种善根，跟佛结个缘，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能不能得人身，得人身能不能遇佛法，都是未知数。啊，所以才晓得这一生遇到净宗法门何等的幸运，要不是多生多世的善根福德因缘，怎么可能遇到。啊，遇到之后半信半疑，那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不足。啊，不是不信，善根不深，不是不想去，这个世间放不下，怎么办？这一部经，这个注解就能帮助你，把你过去生中修不足的地方全部把它补出来了，大恩大德了。那无量寿经一共有九种版本，我们都看过，我还把它印成一本，
便利大家做参考。五种本子都看过，你才晓得这个本子好。我选择这一本。啊，九种本子，任何一本，依教奉行，通通的往生。啊，这个本子讲的最详细，讲的最清楚，特别是这个注解。啊，黄念老对我们帮了大忙，我们要感恩。啊，怎样感恩？往生极乐世界见了面就是感恩。啊，大幅度的增长我们的信心、愿心，把我们的疑惑断干净了，我们才真正肯放下。对这个世间再没有留念了。啊，用真心，不用妄心了。真心要一回，千万不要我用念佛用真心，我待人皆无用妄心，错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啊，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啊，不怕别人欺骗我，就怕我欺骗别人。啊，心量要脱开，包含这个地球，心量太小了。诸佛如来，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我们本来的心量。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为什么变成这么小？甚至小到连自己都不能包容啊！一个人还发脾气啊！心量越小，没有福德了。小到极处，一个人都容不下，将来往生到哪里去？到地狱去。无间地狱啊，量大佛大，欲界天人的心量比我们大，色界天人的心量比欲界天大，无色界天的更大啊！但是再大，没有出六道轮回。不能跟阿罗汉比啊！阿罗汉心量世间里头低了，那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的心包含全宇宙遍法界虚空界，起心动念要想着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我们要帮助他，佛在帮助他，化身菩萨在帮助他，我们跟他发同样的愿，我们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能力帮助他，就真干。那凡是往生极乐世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阿惟越致菩萨。这个阿惟越致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再加上他无量界修行功德加持我们，让我们得到。啊，
阿惟越致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不退转。三种不退圆满了，叫阿惟越致。第一个是微不退，他是圣人，决定不会退到凡夫，六道是凡夫，不会退到凡夫。第二个是行不退，他是菩萨，念念度众生，他不会厌倦，不会烦恼，退到小乘，他不退。啊，第三个，这些菩萨念念回归常寂光，啊，念念成就无上道。三种不退叫阿惟越致，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得这个位置，沾阿弥陀佛的光。我们在这个世界修，无论修哪个法门，修到这个境界要无量劫，很辛苦啊。到极乐世界就这一生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在净土圣贤路上看到，多久的时间？三年。三年往生的人太多太多了，不难呐、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易行，很容易成就。啊，不用多长的时间，一般三年足够了。为什么不敢？这就难行。啊，真正干了，在我们眼前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啊，前几年，深圳一个很年轻的居士，30才出头，听到我讲经，三年成就，他做实验，他说我来试试看，三年能不能成功？啊，闭关，向小丽护关，护持他，照顾他，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他往生了，欲知是知，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样的例子，在最近半个世纪里头，啊，我看到5、6个，一点都不假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